即嘛吼，来探讨吼，咱即讲大家讲修行啊吼，即嘛一般人吼，啊，大家吼拢强调讲修行啊吼。啊，事实咱所了解，修行就是咧修心养性。啊，一般咧吼，人讲性命相修，即上强调啊。啊，是安怎讲性命相修呢？事实是性较重要，命是附带。吼，啊，伫咱个。迄啰李先祖有讲诶，吼，讲修行不修名，啊，修行第一病，啊，修行啊，修行不修行，万劫阴灵难入性。就讲安怎呢？主要是咱咧修行诶，吼，是修咱诶清净诶本性为主，啊，但是呢，你要修行，要修咱诶清净诶本性，伊清净诶本性就是道，就是咱诶道源，啊。啊，咱今仔日要通起道，要得道，一定要修持咱的本心，咱会当个清净的本性，吼、哦，咱来起机啊起也袂着，迄才是道，道就是清净的本性。哦、但是呢，你爱本心的吼，爱、哦、有迄个时间，吼、哦，爱有迄个身体，吼、哦、来修持嘛。你要修行，但是你无迄个身体，吼、哦、啊，迄落是啊，无迄个空间，无迄个时间。你要怎修啊？所以无法度去修。所以咱讲讲，常咧讲人心难得啊，真事难遇，中途难成，真话难闻。所以咱今仔做人啊，是何等个英雄啊！会当来做人，你才有当有这个身体啊，有这个命啊，来修这个性。因为呢，咱个身、佛、性嘛是拢为人修起来。啊、哦，伊毋是讲出世啊，着先佛来，着落来，拢为人去修持个。哦，所以今仔日吼，咱爱保持吼，爱、哦、重视咱个身体，爱咱个身体爱吼，爱顾好啊，有即个好个身体啊，啊长命身个身躯啊，啊来当好好啊去修咱个性啊，但咱个无明啊，咱个无知啊，咱个梦想啊，家己去杀。会变咱清净的本性。你既然若有清净的本性呢，哦，你较会无吼，无迄个欲望，无迄个幻想，啊，你较袂造业，哦，啊，你啊，佮有迄、那个，你若入迄个清净的本性了后呢，吼、哦，你自然就产生迄个法则，哦，你天地一体，万物同归，哦，所以讲啊，伫佛陀，啊，伊嘛讲伊是开悟时阵，用哦，原来三个大地是我。就先和我成为一体，啊，因为众生就是我，我就是众生，因为他一个是主要道，就是一个共同体，他没有分别心，无咧分别心，啊啊，咱人就是咧修，咱有迄个我，有我执着，我的梦想，我的思想，所以咱就时时刻刻拢产生迄个对立，啊，啊，你若要入道，要入清净的本体，你也把这个对立，迄、那个我执，爱起啊个，爱个消除。咱咧修，咧主要修行，主要咧消除咱的五执，哦，存咱道祖讲讲，我有大烦，是我有心，结果无心，我有何烦？就是咱有迄个五执，毋是我有迄个身躯，哦，是，但伊的意思是讲，我有迄个五执，所以我会产生我的执着的梦想，会造业，哦，毋是讲啊，我有这身躯，吼、哦，我大烦呢？啊，因为这个身躯足重要呢，咱这个身躯是安那好好啊去甲运用，好啊去甲修持，来修持。啊，咱无这身躯是要安修持啊，都无多修持啊。所以这个身躯，唔是这身躯有烦，是有迄个五执，啊，是咧对咱讲做一个吼，迄自烦来，啊，啊，所以呢，今日大家吼讲咧修持，一定爱吼，讲安那，甲好好啊吼，甲身体顾好。啊啊！来修咱个清净个本性，修行毋是咧想讲吼，迄、哦、是术，我会飞天遁地啦，啥物吼一挂遐神通广大啦，要哪甲讲个吼？佛陀讲讲神通不敌业力，啊，你迄个神通，但你有迄个神通，但是你无迄个真正清净个法则，你咧做个有迄个五执甲你牵掉个，所以你有迄个神通，你个迄个五执吼，迄、哦那个意念，你咧做你个家己迄、那个。一自私的代志，所以你加咧做遐个啊，哦，你迄个业障愈来愈重，脱袂开，哦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咱咧修心养性，重点啊、
嘛是爱保持咱的啊，健康的身躯，哦，啊，有迄个延长的生命，哦，啊来好好啊，哦，修持咱内心，会当清净，哦，啊，会当变清净的本体，啊，因为清净就是入道之门，哦，你咱的本性，就咱的自性，就是清净的自性，清净本性，咱若本身若无清净。哦，咱袂契合，咱的自性袂清净，所以咱就袂契合咱的道。所以今仔人讲修道，主要咧修咱的清净的本性。哦，啊，这点吼，这是大家吼，爱加去啊认知啦吼。啊，唔是讲咱修道啦吼，啊，咧修啥物货？啊，咧修啥物货？就讲吼，啊，修遐术，术它不代表道，它是一个道用，但是呢，道体伊是清净的本性。这是较重要。你若清净，你若道体清净本性无修持好，你所现出来道用会偏差异，变成造业。哦，啊，你若修持了有清净的本性，哦，啊，会当产生迄个法界，啊，产生讲啊，迄个一体性，哦，整体性、圆融性，那讲天地一体，万物同归。哦，啊，那阵佛教讲的无缘大事，同体大悲。哦，啊，你若能修持安尼，你若能道。会当契机，会当契合，迄个是咱要修行吼，咧修道诶一个目标吼，啊，毋是讲以修术代表道，因为你若修术吼，啊，迄个本体无去修持哦好势，伊就变出来，即变成一个造业，变成一个吼业障愈来愈重，迄是安尼着啊，安尼着无好啊，吼，着偏差呀，所以吼，重点咱性命双修吼。就是要把咱哈，身体顾好，啊来修咱的清净的本性，吼，啊来含咱的自性，吼，啊莫多，啊来契合，吼，这是咱性命双修，一个啊认知，吼。